谁跟我说不会痛？痛，超痛！你为什么做这种很残酷的决定？生小孩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。OK， 这无限。因为我跟刚刚。基本上这个结扎的咨询是结束了，然后看起来不太怕。泰山崩于前，面不改色。咨询好像有点痛痛的感觉。是做蜜蜡除毛吗？结扎之前要先除毛，如果没有除的话，现场医生会帮你刮，他就拿刮胡刀直接给他敲下去，硬吗？超硬，不是硬而已。蜜蜡除毛有比较不痛吗？谁跟我说不会痛？痛，超痛。那个影片会有漏股骨根筋内，不会啦，下身一点点部分。很发爸爸导演吗？是我。真会痛。是你的妹妹。对，是我的，是我的。太疯了吧！我要鸡皮疙瘩。哎，等一下啊！哦，怎么这个过去是？啊？真的？啊！你竟然思考了！哇！你又怀孕了。对，是我的，是我的。群体在上面贴了两条线，电音棒。什么意思？强坤姐姐。八月底九月要带两个小朋友。对。九月。太疯了吧！我要鸡皮疙瘩。怀孕。现在。哎，等一下啊！哦，怎么这个过去式？啊？这个吗？啊，这个？对。不是。什么痛？你三个月？三个月。我第一次看到你们家要有还在那边买。我们是。才四个字。一家和一家四口。一家四口，哪有四口？真的、哦。男生女生放对了，干你！哦！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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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！女生举手，男生的，好看。